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期货选择权第14讲，我是林楚玉老师。今天的主题是交换契约。今天的大纲首先要介绍交换契约的架构跟种类。交换叫做 swap，SWAP。其次，我们要介绍利率交换 interest rate。Swap，IRS 的架构种类跟范例。第三，我们要介绍货币交换 （currency swap） 的架构种类跟范例。首先，我们先谈谈交换契约它的架构跟种类。交换契约它是有别于远期契约。期货跟选择权之外的避险的金融商品，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交易个体，他们同意呢，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段内交换金融商品，或者是现金流量的协议。由于每一个交易的个体，它基于它的产业。可能是进口或者是出口，或者是财务结构，比如说资金来源是固定利率或者是浮动利率的贷款，等等这些不同，啊，而有不同的避险的需求。所以，金融市场上它就提供一个管道，给具有不同避险需求的经营者或者是投资者，来获取所需。达到交换的目的。那么，利率交换呢，指的是双方他们交换固定利率跟浮动利率的现金。货币交换指的呢，是双方交换不同国家的货币。权益交换。叫做 equity swap，指的是双方交换不同资产的报酬，或者是孳息。不同资产的报酬有可能是股权等等。换汇换利的契约，它又称为交叉货币的交换，英文叫做 cross currency swap，CCS。指的是在交换的商品呢，包含了货币跟利率同时来互相交换。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介绍利率交换它的基本的起源跟架构。利率交换起源于交易双方的资金来源。它可能对于利率的风险，比如说浮动利率或者是固定利率，有不同的敏感性，或者是投资者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势，他们有不同的预期，所以就彼此来协议，就本金的不同计息来互相交换。但是，名目的本金它并不交换。这种利率的交换可以把它分成固定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换，跟浮动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换。在交换的方式当中，双方可以进行利率的直接交换，那或者是呢，经由金融的机构中介。来交换。同学到目前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会有利率交换的需求呢？我们用资产负债管理的概念来说明。比如说，A 公司的资产，它大部分是固定收益的债券，所以说它的资金来源
最好也是固定利率的现金，或者是存款，啊，或者是资产，才能够达到资产负债之间利率的相配合的这个原则，来降低风险。我们把它称为 interest rate match。相对上 ，B 公司它的资产，假如大部分都是用浮动利率的计价，这个时候它需要的资金，最好也是浮动利率的资金来源。我们从这个图形可以看得出来，假如银行提供给 A 公司的这个借款，从 A 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来看的话呢，那 A 公司它的资产大部分是固定收益的债券，最好它的资金来源或者是负债也是固定利率的资金。B 公司它的资产假如大部分都是浮动利率的计价资产，那么它的负债呢，或者是资金来源，最好也是浮动利率的资金。但是假如银行提供给 A 公司是浮动利率的资金比较便宜，或者是比较低的一个利率，那提供给 B 公司呢是固定利率的贷款，它的利息相对上比较低的时候，这个时候 AB 两个公司呢，它就有必要来各自跟它的银行借比较低的利息成本的贷款，再来做利率交换的动作，以达到避险的需求或者是节省成本的目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例子简单的来说明利率的交换。假如 A 公司的资产它大部分是固定利率的债券，除了它自有的资本之外，它资金需求应该大部分是来自于固定利率计息的借款。而 B 公司呢，它的资产大部分是随着通货膨胀调整的浮动利率债券，所以说它的资金需求应该是大部分来自于浮动利率计息的借款或者是资金来源。当 AB 公司分别向它的银行协调贷款，结果可以获得的贷款的资金条件如下，我们看一下画面上 A 公司它可以跟它的银行借到固定利率是 9%， 浮动利率是 LIBOR 再加上 0.5%， 这个 LIBOR 就是我们所说的伦敦同业银行的差款利率。那么 B 公司呢，它可以跟它的银行借到 8% 固定利率，那可以借到浮动利率是 LIBOR 加上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了解 A 公司实际上它去借到的这个浮动利率比较便宜，那 B 公司呢去借到固定利率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来为 A 公司跟 B 公司安排一个利率的交换，也就是说呢 ，A 公司的借到的这个浮动利率比较低，来跟 B 公司借到的固定利率是比较低来交换，那达到他们两个互相避险的一个目的，而且他们的成本相对上也会比较低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图形，可以看得出来 ，A 公司跟 B 公司相对都对他们的银行借到比较低的一个这个资金的成本 ，A 公司借到浮动 ，B 公司借到固定。但是呢，基于他们的需求 ，B 公司想要一个浮动的，那 A 公司呢想要一个固定的，所以说呢，他们两个来进行一个交换，就能够获取
所需。从这个图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利率交换对于他们两个都能够达到节省成本跟避险的一个目的。我们这一节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各位同学，欢迎回来《期货选择权》第14讲《交换契约》。刚刚我们介绍了 A、B 两个公司，它有不同资金的需求，就是浮动利率跟固定利率之间。那 B 公司它想要浮动利率，因为资产持有的关系。相对的 ，A 公司它想要固定利率，但是呢？分别是 A 公司他去借浮动的比较便宜 ，B 公司他去借固定的比较便宜。那刚刚我们介绍的呢是直接交换，直接的利率交换。但是，毕竟金融市场上 A、B 公司不一定彼此认识，所以说呢，就有中介机构的崛起。我们来看。在有中介的金融机构安排之下，利率的交换怎么样来进行？我们来看这张图表，在 A、B 公司分别 A 公司它去借浮动的比较便宜，但是它有固定利率的需求。那 B 公司呢，它去借利率的比较便宜，只要 8%， 所以说呢。中介的机构在这边就有进场来安排的机会，所以中介机构呢，他安排 B 公司去借固定利率的，他也支付他固定利率。中介机构他安排 A 公司来借浮动利率 LIBOR 加上 0.5， 所以说中介公司就支付给 A 公司这个浮动利率。但是我们刚刚所提到。A 想要固定，因为他的资产持有的关系 ；B 想要浮动，因为可能一样资产跟投资的关系。所以说呢，中介机构呢，他就安排这两个来进行交换，把 B 公司他去借到的这个固定利率，他来支付给转给 A 公司，那未来 A 公司再支付固定利率的回来。同样的，他中介者把 A 公司借到了这个浮动呢，他借给 B 公司，那未来 B 公司再把浮动的还给中介。所以说呢，在这个转手之下，他中介者就可以借给 B 公司，但是他从 A 公司收到 8.5%， 他 B 公司未来必须要支付浮动的 LIBOR 加上 0.75。但是呢，中介者是支付 LIBOR 再加上 0.5%， 所以说这一个中介者介入的一个利率交换的结果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到 A 公司呢，它最后是取得了固定的资金是 8.5%， 它节省了 0.5%。那 B 公司呢？它取得浮动利率的资金是 LIBOR 再加上 0.75%，LIBOR 加上 0.75%，B 公司它取得了 LIBOR 加上 0.75%， 它节省了 0.25%。那中介机构呢？它从 A 收到固定利率 8.5%， 它从 A 收到固定利率的 8.5， 那支付给 B， 所以说 8%， 所以说它获利的这边是 0.5%， 同时它从 B 这边收到了 LIBOR 加上 0.75%， 那它支付给 A，LIBOR 加上 0.5%， 它获利的 0.25%， 所以说对于中介机构来讲，它总共获利的 0.75%。那像这种的中介机构，
介入的利率交换使得三方都得利，都节省了成本，互取所需。那所以说呢，利率的交换也逐渐的取代期货或者是选择权的某一个部分，因为不一定要支付相对上那么高的一个成本。这就是交换之所以崛起的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浮动利率跟浮动利率的交换。它指的呢是两家公司它需求的资金都是浮动利率，但是因为所盯住的利率指标不同的时候呢，可以来进行浮动利率跟浮动利率的交换。那常见的利率指标有基本的放款利率，叫做 prime rate， 就是银行借钱给最信用最好的客户的一个利率，或者是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伦敦同业拆款利率 LIBOR。 那渐渐的也有德国的法兰克福 FIBOR 跟新加坡的 SIBOR 等等。这个浮动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换基本的架构，我们往下看这张图。左边的 A 公司是德国的公司，它可以向德国的银行借到比较便宜的浮动利率 FIBOR。 右边的 B 公司是英国公司，它可以向它的英国银行借到比较便宜的 LIBOR。 但是呢，他们可能互相要到对方的国家投资，所以说英国的这个 B 公司就可以跟德国的 A 公司来互取所需，在未来呢，把他们所借得的这个 FIBOR 跟 LIBOR 互相交换，那在未来的期间之内呢，就支付所交换本金的利息。这就是浮动利率对浮动利率交换的架构。我们也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假如乙君他资产当中大部分是固定收益的债券，那他面临了哪些风险？乙君又可以借由哪一些金融衍生性金融商品来做避险？怎么操作呢？首先，乙君呢，他面临了利率的风险，因为当利率下跌的时候，他的债券的资产可能会缩水，所以呢，他的资金来源或者是负债，应该大部分是固定利率，以符合资产负债配合的原则，所以他可以来买入利率的卖权，在预期大跌的时候，或者是预期盘跌的时候呢，可以卖出利率的买权，甚至用我们这一节所介绍的利率交换来预防利率下跌。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什么是货币的交换 currency swap。 刚刚所介绍的利率交换，它是名目本金是同一个国家的货币。那货币交换又是什么呢？指的是名目本金它是不同国家的货币的时候，在未来所应该支付的利息，就用借进来的货币来计息。到期末的时候呢，再把期初交换的货币换回。在期间的利息支付呢，可以是固定利率对固定利率的交换，或者是固定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换，或者是浮动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换。当至少有一方是浮动利率的时候呢，这种货币交换我们就把它称为
交叉的货币交换，叫做 cross currency swap。我们往下简单的介绍基本的货币交换，用不同的货币来交换，但是同样是固定利率来做例子。假设 A 公司它是美国的公司，B 公司是台湾的公司。在美国 A 公司它享有比较高的债信，相对上在台湾 B 公司它会有比较高的债信。所以说 A、B 公司它分别可以向他们的金融市场申请的贷款的条件，如以下所示。对 A 公司，美国公司来讲的话，它可以借到美元比较便宜6%，它只要来借台币是7%。对 B 公司，台湾公司来讲，它去借美元比较贵8%，去借台币5%比较便宜。所以说，当 A 公司想要到台湾投资的时候，它需要台币的资金。那 B 公司它想要进军美国，它需要美金。传统的做法，它是 A 公司呢，它取得比较低成本的美金，再经由外汇的金融体系转换成台币。同样的 ，B 公司它也会取得相对上比较低的成本的台币，再换取美金。这样子，双方都必须要承担额外的交易的成本，就是汇兑的成本。所以 ，A、B 公司它可以直接或者是透过金融机构双方来进行货币的交换。这个货币交换的程序相对上也很简单，起初双方约定交换不同货币的名目本金，当然也可以不交换本金，跟约定还息的期间。在期间呢，双方就按照约定来支付所借入的货币本金的利息。在期末呢，就双方互相来归还期初所借入的货币本金。这就是货币交换基本的概念。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货币交换的实例。各位同学，欢迎回来期货选择权第14讲交换契约。刚刚我们介绍了货币交换基本的架构，现在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介绍怎么样来进行货币交换。从刚刚的例子来讲，假如 A 公司到台湾投资，就是美国公司，它需要1000万的台币，他就跟 B 公司台湾公司来协议，期初用30万美金来交换。我们假设1块美金，这个时候可以换33.3块的台币，每年支付利息一次。那5年之间呢，换回5年之后换回货币的本金。这个契约的交易架构，就如我们下一张图所看到的。这个箭头呢是指支付的方向，就是起初呢，它就交换本金，比如说 A 公司它从资本市场美国 A 资本市场拿到30万美金，跟交给 B 公司，那 B 公司呢就拿1000万的台币交给 A 公司，两个做交换。那在其中呢 ，A、B 公司呢就分别的来支付所约定的利息，所以说 B 公司就支付1.8万的美金给 A 公司，那 A 公司呢就交支付50万的台币给 B 公司。到了期末，再把本金换回来，就是互相把当时所借的原始的本金交还给对方，这个就是货币交换
那货币交换的结果呢？对于 A 公司来讲，它把原来的6% 的美元贷款转换成5% 的台币贷款，那比起直接借台币的贷款7%，还要节省了1%。那 B 公司呢，把原来5% 的台币贷款换成6% 的美元贷款，也比起直接去借美元的贷款节省了2%。这个就是货币交换基本的架构。还有一种叫做交叉的货币交换 （cross currency swap），它指的呢是除了货币的交换之外，还包含了至少有一组是浮动的利率，又称为换汇换利的契约。比如说，刚刚所提到的例子当中，台湾的 B 公司它想要到美国投资，因为它所投资的标的是跟利率同向变动的商品，比如说浮动利率的债券，或者是利率的指数期货等等。所以，它除了交换货币这个本金之外呢，它也牵涉到固定利率跟浮动利率的交换，这个就是所谓的交叉货币的交换。那刚刚这个 A 公司呢，B 公好在美国可以借得的浮动利率是 LIBOR 加上1%。那这个时候呢，AB 公司的交叉货币交换契约这个交易架构呢，就如下一张图所表现出来，就是 AB 公司一样的，他们刚刚有提出有支付交换这个本金，那在这期间之内呢，B 公司就支付给 A 公司一个浮动利率的利息，那 A 公司呢就把固定利率的这个50万台币的利息支付给 B 公司，这个就是交叉货币交换的一个架构。我们今天介绍了利率交换跟货币交换，对于不同币别的资金来源跟固定利率或者是浮动利率之间，在不同的公司之间，它有不同的投资组合或者是资金需求之下，可以应用利率交换或者是货币交换来达成他们避险或者是节省成本的目的。这也使得交换契约逐渐的取代原来传统的期货跟选择权等等这些衍生性商品。我们简单到介绍到这边，最后下一次我们继续会介绍货币的起源跟影响货币的因素。下次再会。宇宙浩瀚，知识无穷。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创意影音系列。